恭喜两位。我想首先请教您，给我们介绍一下新娘子好不好？我想是很多观众都很希望知道的。她姓陈，耳东陈，丽丽就是美丽的丽，两个丽。好像是华侨，是什么地方？她是生长在香港。您怎么认得的？我们在差不多有4年多以前，在一个偶然的聚会里面，在台北在中央饭店认识的。那可以说你们谈恋爱时间相当长了。今天将来结婚以后有没有什么计划？我大概休息2个多星期，那么就要开始我的工作。因为目前呢还有好几个月的合同还没有谈完，那么将来的计划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谈算。有没有度蜜月的计划？可能会到阿里山去，不过还没有决定，因为这两天呢，因为有些外地来的朋友都在台北，我需要照顾他们一下。那么新娘子是华侨，您应该带她在国内多走一走，对不对？她来过很多次了，差不多所有名胜地方她也去过。那我想请问新娘，就是您认为青山啊，除了歌唱的好之外，还有哪些地方是您最欣赏她的？她做人很老实，而且对于父母很孝敬。我想也是打动您的这个最主要的理由啊。我想很冒昧的请问你，就是一般人都认为啊，您跟婉曲两个人是歌坛情侣啊。那么现在您今天结婚，同时婉曲他也准备在最近啊结婚。以后是不是你们还有机会在，比如说在事业上，在唱歌上还继续合作？我相信会的，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呢，一直是挺好的朋友。同时，婉曲的未来的先生呢，我们四个人呢，也都是差不多时间认识的。就是以后还是会在电视上，在什么跟大家继续合作，是吧？是，我们今天谢谢您接受访问，同时也恭喜两位。